修行学道，就是要解决着咱人生生老病死的痛苦。无咱为免着坐火车呢。咱嘛有咧招游人，咱嘛会当来佚佗。哦，咱嘛有咧招一家，咱来成家。啊，为什么咱要把这个宝贵的时间放伫这个佛堂？因为咱知影，拢有种智慧的，有远大来讲超越的智慧，今仔日才会选择来坐伫遮。所以过去的讲师甲咱讲一句话：佛堂前面这条边啊，你若坐一条，成佛无困难。今天呢，你来看咱头前这三尊神佛，因迄个位坐有条无？坐有条咧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参佛，佛过去捌甲咱讲过一句话：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其实呢，咱都无肯定家己。为什么无肯定家己？因为咱是佛，所以过去呢，有一个禅师呢，有一个禅师就去问一个禅师啦，哦，伊讲啥物是佛啦？哦，啊，迄个禅师呢，就甲讲，我无爱甲你讲，哦，我无爱甲你讲。啊，迄个禅师就讲，为什么我问你呢？你不爱跟我讲，因为我跟你讲呢，你嘛无要相信啊。哦，啊，迄个禅师就讲，我问啊，你是修道的高僧，哦，你是有德行的人，你所讲的话呢，我绝对相信。啊，所以迄个禅师呢，就来讲，你是佛。伊讲你是佛哦，所以你个上师呢，有哪有超人的地位？伊就讲哦，觉悟到哦，原来我那是佛啦！啊，伊去世界咧找佛，咱本身就是有一个佛啦。今仔日你迄个佛，若无做主，何法保证你袂行来到这个佛堂？大家讲对唔对啦？对。因为你迄个佛性咧做主，所以讲，我今仔日体会班爱来佛堂哦，所以迄个佛就带你这个家庭来佛堂啊。啊，带来到佛堂楼骹，送带来起来，咱敢知？就是。哦，那是你迄阵佛啦。咱唔通怀疑。修道绝对袂使有怀疑，当然有怀疑，咱来问。这是过去佛所甲咱讲的，相信佛，伊既然身为佛，绝对袂骗咱世间人啦。所以咱第一点，修行学道一定爱肯定家己是佛。你若无家己肯定家己是佛，在修行学道过程当中，你会无自信，你会无有信心。啊，你若无自信，你无有信心的话，你要行的脚步呢，人家讲的可能会了，惊惊。啊，其实你若认识讲家己本来就是佛，你肯定家己足有信心，你咧行。迄脚步特别差，也无共款。迄人咧，佫会讲行路拢有风诶，迄就是安尼。迄行路拢有风诶，就是对家己有信心，家己有自信，所以行路才会有风啊。对不对？啊，咱今仔日修行学道嘛是共款，一定爱有自信，一定爱有信心。就亲像今仔日教授要甲咱讲个。理念正确找不了，所以我刚刚过去的讲一句话，讲
做一辈子。你的理念若正确，你一世人行的，你就袂后悔。啊，理念若不正确，走一阵子。你的理念若无正确，你行一阵仔尔。为安怎讲？其实，伫修行学佛的过程当中，咱毋是咧求保庇，你一定要有这个正确的观念。身体无病，大家吃五谷的拢会破病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咱迄个灵性敢会破病？咱迄个灵性会破病？虽然肉体有艰苦，但是咱迄个灵性袂艰苦。你爱有迄个感悟呢？过去咱前辈只时阵咧讲一句话，我深深体会着。虽然身体艰苦，住厝嘛咧艰苦，在坟堂嘛咧艰苦。你是要住厝艰苦，还是在坟堂艰苦？咱家己去想。吼、哦，平平一个人24点钟，有个人的成就可能影遐大，有个人的成就就较袂遐大。理念，真个呢？理念你若正确，你行一直行一直行，袂回头，袂半途而废。但是你理念若无正确，上压着我来混蛋。前辈只叫我来，我就来。咱来有一个思考的空间。哦，啊，在混蛋下面不比我身体上嘛是爱去搁咧探险，搁咧下破病下下，那咧我不爱来啊。迄就是咱一个旧的。修道的障碍，哦，所以咱这个理念一定要做正确。修行学道，咱这个肉体，每人100担，每人90担，每人80担，每人几点钟，1担2担拢有，不一定的。咱这个肉体，咱这个生命，唔是咱会当自主的啦，唔是讲决定讲哦，我会当食几担。我请问咱做一件人，啥会当讲伊有法度食几担？这唔是咱来做决定的啦，哦，这唔是咱来做决定的。但是，人家讲了讲，生命的长度咱无法度决定，但是，生命的跨度甲深度，咱会当家己做决定。哦，你生命深度要偌深，你生命跨度要偌宽，由你家己做决定。什么人拢袂当家己做决定。哦，就亲像讲，咱过去先来讲，你若唔行啦，搁请仙佛菩萨来甲你请，请袂行。啊！你若要行，一通电话，一句话，你就来了啦。哦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无法就无要，搁浪费时间啦吼。啊，因为今仔日咱邀请着咱浩天的沈根和沈讲师，我沈讲师呢，因嘛是拢修道世家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对经典啦、啊、对道理啦、啊、研究呢，足深奥。做闲聊，我啊，互我无要搁耽误伊个时间，啊，最后呢，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法律上满，长福建，感恩。各位贤贤，请等一下。